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冰冰。8月31号，国足将在武汉迎战乌兹别克斯坦，这是我们一起战斗的时刻。希望我们的第12人都能够团结起来，为国足加油助威，中国队加油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任泉。在8月31号，在中国的武汉，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加油。凯旋，那这么多年来，我和羽凡呢，我们都是中国足球坚定的追随者。在这儿呢，祝我们的国足的将士们在武汉能够平除血腥，我们一直站在一起，对你们不弃不离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翟天临，为我们中国队加油，一起摇旗呐喊吧，中国队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任嘉伦。中国足球队是我们共同的主队，大战在即了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加油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甘婷婷。8月31号在武汉，我们都是国足的第12人，为国足加油，期待胜利的喜讯，耶、yeah！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尚白，我是演员高明。8月31号在武汉，中国队即将迎来一场关键的战役，我们都是国足的第12人，让我们为国足加油，让我们用全情的呐喊为中国队注入力量，中国队加油，国足期待你的喜讯。好，我是艾伦苏醒，为国出征的国足队员们，期待你们在场上拿出最精彩的表现，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呐喊，祝中国队好运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毅，8月31日在武汉，我们都是国足的第12人，让我们一起为国足加油，期待胜利的喜讯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徐冬冬，让我们一起为国足呐喊助威吧，中国足球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瑞，中国足球队是我们共同的主队，大战在即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艺，我知道呢，中国国家队在8月31号将会迎来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，也是对阵乌兹别克斯坦。那我希望呢，现在全国人民都跟我一起来支持国家队，然后给他们力量。我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战胜对手，加油！